古巨基出道多年，有过不少代表作品，尽管现在已经50岁，但外表却超冻龄，依旧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男神代表。而他也在2020年开心迎来宝贝儿子的诞生，成功升格为新手爸爸，儿子今年已经3岁。而近日他上综艺节目，一谈到儿子眼里满满都是爱，还表示有点后悔自己太晚结婚生子，他很担心无法陪伴儿子好好长大，怕错过太多美好的时光。他还笑说自己现在就开始希望儿子18岁就能结婚，让他能尽快当爷爷，享受一下三代同堂的快乐。不少网友看了节目也感叹表示，他太晚结婚也是为了赚钱，人生本来就很难两全其美，不过相信古巨基会好好享受现在的亲子时光啊。